关于法力明一般型洗发精系列，什么是一般型呢？这表示适合天天洗的哦。润泽强健，滋养发根，适合选蓝铜温和滋养洗发精。特别推荐干燥发质、有脱发、断发困扰、头发缺乏营养的人使用。控油调理，油水平衡，则适合居中女健发控油洗发精。特别推荐头皮容易出油、喜欢洗后头皮有清爽舒服的人使用。而蓬松丰盈葫芦毛发适合咖啡因丰盈洗发精，特别推荐细软发质、头发扁塌同时有养发需求的人使用哦。以小编自己的经验来说，挑两种或三种洗发精来交替洗，会比每天洗同一种洗发精效果更加分，头发的触感也会更好哦。发如稻草，我们都知道要用护发素，但头皮状况欠佳却没有芳香胜选洗发精，没关系，就让法力明来改善你的头皮问题。第一步就先来看看您适合哪。